啊，那地方呢？对对对，我刚给他捐上。啊，嗯，就迎接你们，就为了养我。我现在吧，有事跟我说，你用英文，你出马，我没法照顾他，照顾不了了。啊，没办法，从小养我就有狗，歇着。啊啊，我这狗也是搁外地吧，它流浪别人家扔的，我带回来一个。啊。我也准备送你那块儿去，去年就留下暗号了，我就是舍不得撒手。哦，现在没有办法，说米天天都迷糊，脑袋嘛，天热是吧？不是，我是虚病，天儿苦的。啊，别人家扔在袋子里，在到石头扔俩，完了他到我那儿就不走了。啊，我不活班都撤职了，不干了。啊，这不养的吗？我们就你俩呀？啊，还。还五个，在哪儿啊？在那里。他不要人。看到剩人有点害怕。狗哥，你别怕。我在忍住，我没看着，我都不怕狗。这你给我吓一跳。俺这狗养这么干净，这个我在现在买的，原来在邢福天的小王爷啊，我给撤了。你看他为什么抖啊？不是他坏肚子，看人害怕吧？这是平常也抖吗？是来他也健身，他也得了。嗯，有时候我一嗷嗷的，急眼他也得了。他在这屋挺干净的，你这收拾的挺干净啊。哎，原来我铺的行的，铺天还香味啊，我看你这狗胆小不咬人，他俩有点细狗的一个身上这个身材，看不是，这叫吸犬。他俩不都是公的吗？啊，这俩海盗。那个他拉肚，这个礼拜他坏肚，他瘦的那是没巴大的，看。几个人啊，就是都是瘦型狗，那后屁股串我一个腿生疼，都是瘦型狗。过来，害怕没怎么接触人，应该你看他得的。我摸他都不要，我就过去摸他，除非他趴在那趴睡着了，我摸摸他这是可以的。现在小狗行，挺乖的，一般都不咬人。哎呀，这个我跟你说，这跟你养过的。他们不打架吗？你咋不打？公的跟母的不打，公的跟公的有时候掐。就那小玩意儿，那操蛋的，就那小黑咬的那个，谁都咬。你整点输的他不吃，不让别人吃，他们看着。你喂的啥呀？平常？狗粮、肉。这说心里话，这有十天我没给他买肉了，给他买完了，狗粮狗不上了，我这也没钱了，我这也啥也干不了，我就给他买馒头吃。喂他们也是个大事儿啊！啊！我喂他们挺费是个愁啊！我这有病，啥也干不了。对啊，这女的是怎么回事？成天跟狗打架，都了解这狗咋回事？你看糊弄糊弄就好了。我见过狗卖窝户，我这还有这心思，这里面里头我这把狗也弄了，把狗耽误，我也耽误了，那全耽误了，真的。我2002年卖的是狗断脚，我以后再不养狗了。这过后捡了2回狗，像这回，他自己来不走了。他真是可怜。别人家卖狗上市场，那狗哪赖了？没卖出去半拉子，狗怕人家狗院里的，狗院有个链子，完了有个扣才进去。他当天晚没拿家，第二天拿家洗洗，他就知道谁家能留他。嗯。多听话。
你说送我们广的去吧，咱他妈的给我那俩钱儿，你给我2万，我也不能送你，我也不能送他一嘎去。这钱也花不了一辈子。钱一花就全是我这18块半毛毛的，哪有那么多呀？这晚上睡觉，他天夜我他开门，他都上我房，睡着他上我房去，就那个里头有张床，他上我睡着。怎么？切，你在这抱手啊？你说六啊？你说六啊？跟他去吧。你这口挺够啊。那个你们那个有那个大房子，都搁大房子里头，我一个狗没住啊。连电视都没有。我那玩意儿看够了，我啥都够了，我就饭我都饿的时候都不愿意做饭，我红尘我都什么事儿都看不得。就说这位跟狗亲，就是说真好。你这是自己，真是啊，你这日子过的。挺不易啊！看个红尘的，你是个出家，我先把他养活到没有，能不能陪我到老？人算不如天算，在那边别人给他拿吃的，我说你不能给他拿家去，差这一个狗呢。到给他下崽子，给他拿吃的，给他拿保温箱。我说那他在那狗在搁里趴，他上哪趴去？因为这事儿给我气的。后来我把狗我拿回来，让警察局给扣住了。咋的？后来我找当官的把他要回来。咋的？搁车拉回来。那你现在没有儿女啊？无儿无女。我在那边打工，你问我孩子多大，我就没有孩子。不相信，我说这事儿不能撒，我给你个苦虫啊。就这一个。搁道上不认得我这人，问我说嫂子孩子多大了，我说没有。您都不信啊？您都不信，我给你介绍对象，领过来俩吧。我看得上，人没看得上我，没看我上我。我又不差这，我又要随便找一个僵硬的话，我那孩子有什么？对。这就是命。我坐下。啊？小心头啊！没事没事，你对吧？我在这看吧。别，哎，你别，回来来。从后面能进去啊？他从后面能进去啊？多长时间？你看，羊换个尾巴回去了。你知道从这儿顺川往里走吧，从后面一掀盖儿，老舅，你把门打开。这回他们拿走了，你也那啥了，省心了哈。嗯。要不回家不行啊。对。谁？这行，这小半拉狗。他不下载了。吃不上饭了，他也没想着把狗卖了。卖呀、
卖，我说已经都吃不上饭了，都没想着说把卖点钱吃饭。他养这个有感情呗，他不舍得卖。好像金毛子似的呢。啊？这是就是繁殖的，窝窝有这么一个猴子。我说给他留点钱，可以啊，他都吃不上饭了，可以啊。别开后面了啊！几个？好，正好，正好。你找这个吧。你不留一个伴啊？一个都不留了？哎呀，我这那个，你签的啥？行，我们走了，大爷啊！好了，好了，想了就去看看啊！好了，走了。啊，行，好了，保重啊！有没有许白剑？走了，能有吗？哪个村里边连个小卖店都没有？留点钱，大爷饭都吃不上了。对呀、啊，这早上那狗都没喂。对呀、啊，他早上就剩个馒头，人都不吃，给狗了，给那小母狗了。这狗饿的精神了，他自己，我估计都没有饭吃了。对呀、啊，养自己，他那锅都上锈了，狗都养不了了。家里那干净啊。那么的吧，咱别给他钱了，买点粮得了。买粮他不会做呀，怎么能不会做呢？你就上哪买呀？买粮行。对，买点粮行，买点粮。钱了，你给他钱了，你给他买点米，买点挂面，最起码能吃。买点啥？完了之后吧，咱给他发200块钱现金吧。你那么的吧，咱先把狗送回去。完了，咱们买点鸡蛋了，买点什么？啊？你拉着这，你要拉走。姑娘，咱下。别，你别下去。再找到一个食杂店。那下去瞅瞅呗，看看有啥。他卖这五个狗、七个狗，也得最少卖2000块钱吧？人家连卖都没卖。我上他家屋里砸了一圈，他连吃的都没有了，他啥吃都没有了。下午再来吧，咱上街给他买点啥，给他送来。你买啥呀？你下午买，你不如现在买。你先把狗安顿住先。先买点东西，先放在这儿，不行下午再过来。这大爷这早上说早上没啥吃的，你没听说吗？这就一个馒头给狗吃了。对，就一个馒头给狗吃了。你们定，我说那样的，我说先把狗安顿，完了这样。现在几点？现在都12点了。嗯，你就下去看看。就先去买，少买点，先送过去，然后那个下午的愿意。这么的吧。下午那就多准备点，我那车里呢，我那个绿车里还有800块钱，你把那200给我，嗯，我那拿1000块钱，嗯，完了之后咱再给他买点吃的，你叫他能活着呀，他不有病，干不了活。我就说下午咱把狗安顿好，行不行？咱再来呗。那也行，咱不能说这个玩意，他，你看那狗啊，那狗虽然这狗这么瘦，你能发现一个特质，那个老大爷把那屋子收拾特别干净。对，他比咱们家大院都干净。走吧，就他这个精神，你就让人感动。这你给他买点啥？你这么的，我见我说的，咱俩下午米面，你给他买东西，他都没法做，他都不做，他都迷糊，他都迷糊。给他买那个，让他保质期长一点的，打蛋就吃的那东西。挂面，米，你买点米，白面。豆油、菜，下午给他买点去了，走吧。行，等等挂，瞅瞅闹的。哎，眼睛，老单纯了。嗯。哎，他妈为啥这么老瞅我呀？你看那边。看你长得帅，啊，多听话，大眼珠子。你为什么老看我？我跟你说，这就是大爷养不起了。嗯。他要能养得起，我跟你说，他不带放的。嗯。
个小家伙人家多乖。这个小孩子一直盯着你瞅。你瞅我干啥呀？哎，换个姿势趴一趴。这小男孩不需要，他在感谢我，纯善。到家了啊。